那是我前妻，我不会放下她。她是一个女明星，她需要别人爱她。你对她是爱还是可怜？爱。你还爱着是吧？但是她和光头不已经结婚了吗？结他们的呗，跟我什么关系？我是因为我怕那个人的身体不行，怕他死，我怕他不行了，你知道吗？不说了，不说了啊！格局都是委屈成大的，关了，关了，下链接。好、啊，我妈不跟我连线了，不说了。那个光头根本不在台北住，他跑了啊，跑了啊。第二，大儿子身体不好，我觉得不管怎么样，那是我前妻，我不会放下他。你有没有问过大 S 的态度？没有。他需不需要这份爱？他需要，他需要，他太需要。我跟他十几年，我太知道他需要，因为他是一个女明星，他需要别人爱他。你对他是爱还是可怜？爱、嗯哎。你还爱着是吧？但是他和光头不已经结婚了吗？他们结他们的呗，跟我什么关系？我是因为我怕那个人的身体不行，怕他死，我怕他不行了，你知道吗？不说了。不说了啊，格局都是委屈撑大的，受点委屈没不带什么，丑男儿志在四方，把事业做好了，什么都好了，五千斤的风等着你、啊、我怕他难过。别人不管别人了，爱爱难过不难过。早上六点真的不是啊，早上六点打电话给我们家阿姨，我听着呢。不说了，关了关了，下链接 PK 断了啊。好，我妈不跟我连线了，不说了。我真的是早上六点多收到他给我阿姨打电话，说要死了，不行不行的了，我才关心他的。有问题吗？没问题吧？我不是恋爱脑的问题。